时光姐包包 Emily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有没有看到身边这些可爱的生肖公仔呢？没错，它是国泰航空公司每年都会出的独家生肖公仔。今年是鼠年，所以一定也有出可爱的鼠年公仔，是不是很勾追？那我从加入公司的时候，每年都有收集，所以现在就有这么多的战利品。那它为什么很特别呢？因为呢，它除了是在独家在国泰贩售以外，它每一架飞机都只有一只或者是两只，不见得买得到。而且你放在家里，它看起来就很疗愈，或者你可以送给小朋友，他们一定会很喜欢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从羊年开始，我就开始每一年呢都会送生肖公仔，也一直支持我跟喜爱我的粉丝。那今年当然一样也要送大家可爱的鼠年公仔，要怎么得到呢？请帮我完成这两个步骤。首先第一个步骤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在这个影片的下面有一个关于鼠年的吉祥话，比如说幸福满满属于你，或是数钱数到手抽筋都可以哦。完成这两个步骤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么勾追的鼠年公仔。那提醒一下大家，那一定要记得按一下小铃铛，这样子我在发影片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通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有更多关于空服员工作大解密的影片即将跟大家见面，敬请期待。祝大家鼠年行大运！